怎么偷订阅？不等开台吗？对不起，现在声音好像有点哑。哦，是买这只哦。早安，夏西。夏西宝贝，早安。林立的暴力水族，那就比较好嘛。我是要带老鼠啊，不过这是改猎赚掉二力，还蛮强的哎、欸。我是改虫，偷偷一下。好，如果有人可以打 SUB 吗？都花了五千了，这你是不是几千几千都在你的单位数都千以千计算啊？我打，就是你可以拍订阅证明到繁星的兔窝粉丝团，然后就可以。我的黄金鼠就500，那是我的啊。他是手套。早安。莫林安安，拉佩嘛，对不起，大鱼早安，鱼娜早安，鱼恋早安，不是鱼娜，鱼恋早安。我每次经过这边就觉得这个地图很像鹅蛮鹅死，你知道吗？雪莉岛，高炸！那地图模组很多重复用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这个就是过那个海洞的地图啊。那时候一开始看到这张地图，我也在那边抱怨，太难了吧。
你们吃早餐啊？我是还有你啊，设个机器人，怎样？机器人设个置顶，一样。一样什么？一百喜欢换血魂，没有要唱歌啦。嗯，还没考。金敏报几点起来啊？昨天三点多才睡吧。欸，我在讲，欸，你有听到台吗？你有在看台吗？昨天。你那个已经定档的，我在想要不要练力量，我还在思考，哎，他有掉很多魔吗？还是你忘了？灵魔灵力不是啦，是你给我的那一只，你已经20等的宠物，这只，是啦，掉一魔一粒的，那是掉一粒，哦，好，那我练这只好了。哎，我们5只老鼠冲啊！魔力有点晚，没事，会忘记，那就是表示什么？它不重要，懂吗？就像 ENF 忘记了，通灵盒忘记了不重要一样。对，呆鱼，哎、欸，这脚也不错啦，是很香啦。看一排可爱的老鼠。但这边的颜色怪怪的，但都很可爱。就可惜噩梦鼠真的没有练的必要，不然那么像兔子的老鼠，怎能不练嘞？对吧？梦族难抓，是啦，啊，做个统计来玩一下好了。嗯，测试一下。有一个测试，就是算了，因为有时候同阶会很高，有时候很低。可是留言人不多，那时候是想说，是路过顶顺手顶一下，还是怎样？有在看，路过点到而已。这个，这个哦，哦，哦。有点想玩一下一只魔术师，突然觉得想要练技能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想要练技能类的角色了？哎、欸，你另外一只50级等的红色西恩是什么职业啊？50级等，就刚在你那个弓箭手隔壁的魔术师有点帅，他就超法很帅啊。我本来那时候也在想说要不要，不然就玩魔术师好了。可是玩魔术师都有个通病，我说我啦，
其他我不知道。就是比如说你的火焰魔法嘛，要练到四级之后，你就会练其他，对不对？但当你看对面是落火的那个宝那个怪嘛，你就不会放火焰魔法，你会放你想要练的那个技能，就这个通病啊。你反而就是为了练技而练技，不是为了打更痛而练技这样子。其实很正常啊，毕竟用火焰魔法打下去又没有那个经验值了，对不对？就很奇怪啊，不然这样练技能的效果要干嘛？练到十级才舍得放，对吧？我都会在凯村外面练技能。哎，凯村几点去的啊？不怕死的话，不是我说建议啦哦。关呢、欸？魔大70以上就没经验了，对吧、啊？等到69等啊。啊，那我是不是早点转职比较好啊？因为我就要在犹豫要不要练格斗士了。你要转啥格斗啊？虽然混攻很鸡掰。有点心动，喊你爱小雪安安，盼你啊！不是，重点是我在想，讲而已啦，不然又要再重新练一次混乱攻击，好像有点烦。慢慢来，你说每次就打开练一下，每次打开练一下。反正卡时用不完，哎，我真的要花花的玩呢、欸。哎、欸、啊，你去砍村是直接点卷轴过去哦、喔？还、啊、有没有在那么阿卡鲁那什么个隔壁的阿村？哎、欸、什么？那忘叫什么村了？就隔壁岛的，你会在那边设点吗？还是你就直接搭船过去？还是你是直接点卷走过去？不是啊，我说像如果你今天回法兰城，还是你就定居在砍村那边了？对啊，记完点之后，然后嘞，阿凯鲁法城吗？还是什么？反正就你也知道吧，我都会在法兰城砍出美人啊。没有啊，不练技能吗？练技能不就会常住在那边吗？莫非你那边
有角色啊，算了，不要好了，我姐有，无聊开他的那一店好了。传送坎村，好吧，因为那个船你运气不好要等快十分钟啊，你懂吗？长月安安，因为什么吃东西？傻眼，你不是最近又在存钱？十分钟刚好剪片对吧？啊，对呢。反正现在有智慧型手机了，会提醒你。啊，那这样我想玩格斗士了欸，因为当时没有那个砍村啊，然后那时候又一直压等级在那个魔大外面，又一个人练啊，而且那时候你要玩的话我就玩魔术师，白痴哦，是相干吗？教主，你的好啊，对呢。那这个练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练完。好丑贴图用花，不然我们好丑贴图弄完，我们再开血魂。我们有一只提宠圣盾，你就对他一直放招，没血传教在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可是不是重点是，他如果今天中了混乱攻击，混乱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如果今天中了混乱攻击，啊，谁完蛋？对不对？那时候就是有点后悔把那个水龙吸加敏捷，那时候就是打水龙吸嘛，他那里打，但是打到后面他敏捷高也摸得到我，差点把我咬死。差一等，我们是应该要接近牢笼那边啊，因为我怕有时候小鱼也不在，我还是拿个券比较好吧。死亡血条咧，我从来没有点他，我还没有点他，他自己升等加的啊。吃料理，好。太浪费了吧！摸太多，
如果知道玩练技角色，哪只好玩啊？我舍不得鼠王输掉欸，我也舍不得啊。我宝可梦都舍不得任何一只宝可梦濒死，你知道吗？濒死我都很难过，所以每次打那种宝可梦对战，我都很舍不得。我怎么直接把它送下去就好了？我说哦不，好难过哦。还是我改练法师啊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想玩的太多了，角色不够多，一滴。可是你是不是都点了欸？对啊。这就是尴尬的地方啊！我数值都点了，你再想要格斗要不继续玩啊？如果不继续玩怎么办？删掉吗？还是喝再生巨药？他都混乱六了，六而已，没事啊。你想一下，六到八等于是你一到六再多一些些，这样想想有没有安慰到一些些了？好像没有，至少你不是六到八吧？看我的角色不见了。真随他了。哎，哇！别叫我，我姐叫我。你的角色是三个月后没上线消失的，欸，可能是哦。感谢景月的超级留言150，谢谢。我去拿个东西，可能是哦，我不知道。可是那个账号有持续上线，可是角色不见了。
抱歉，我姐买了早餐给我。早安，看这样卡池就浪费掉了吧，番茄。我刚才跟我姐，你真的有法？我说你有魔术师哈，他说有啊。好像找得回来，欸，那找得回来我就真的很会回来玩哦。没有讲的好像不会回来玩一样，我就会至少动力会比较多一些。你确定天平是在那边哦？我姐说天平在双子。那至少角色有回来嘛，我会安心一点啊。没有，是他是说双子跟天平合并。我姐说是那个啊，那时候以为是天秤跟摩羯合并，可说没有，天秤是跟双子合并。哎，小鱼，这边有多一把弓箭要给你，我姐做给你的。哎，等你下班再帮你用。有是有机会。哎，啊，如果我跟他说。可以帮我转到这边来吗？他们跟魔兽世界一样，有那个是跨伺服器的机制可以用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材料价格。番茄，我撕你个东西，我姐要给你的。哦，对啊，就是价格。那我晚点等你下班，我再来弄好了那个回报客服的部分。我刚说我，欸，我朋友嘛，我干爹在你的游戏上花了都已经不知道多少钱了。他说哥，那是你干爹的事情，干你屁事啊！
那是你干爹的事，干你。不是啊，我要玩，我干爹才会跟着玩啊，你要这样想。嗯，你看这只老鼠就怪怪的啊，速度竟然比我高哎、欸！老鼠有病，这招没用，你试过了。我干爹是实况主哎、欸。他有80万人呢、欸，他还玩动森玩光遇哎、欸，你用本账来联系官方，什么本账？哦，本人是不是？我是繁星，第一次在。魔力宝贝永恒初心里面po文，没想到就是发这个回复的天，我肚子好痛哦。哦，我是啊。登录账号哦，那我懂，还是等你回来啊。我们还有时间做做好丑贴图，跟玩些无为博诶。魔术师是不是真的也很爽啊？我其实。感谢雅思的会员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月初才订阅过一次、欸，加会员过一次、欸，感谢雅思的34个月，哦对，你好像月初才有出现过一次，这不是幻觉吧？对吧？这都是错觉，哪有三重时区吗？还没有哎、欸，我还没有迈入，就已经中时区了，是不是？阿紫，他要不要吃啊？不吃我吃哦。啊，抱歉，让我来射射。我没想到你还没吃。这大陆话是不是好烂？他说：“为了长，我可以长痘痘，也不会不吃薯条哦。”对啊，我上一次看到5月19号付款的，什么东西？没有吧？再找一些些钱吧。哎、欸，是跟这个人讲话吗？番茄，你其实应该也不用吃了，我很快升等。等一下，对，差10000，大概在5场。哦，上次是14号。
感谢波纹的会员。吃就吃啥，不用吃了啦，钱太多。我是还在发育吗？我吃完了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好像可以回诊哦，现在诊所开了。还是我在挂台出门看一下医生。哎、欸、我升等了，我升等了，不是说要开刀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那等你磨干吧，快干我们再走。看医生比较重要。我以为看护士比较重要。啊，好烦哦，开台才几小时又挂着台。想想好像也真的是吃变天加吃那个消炎的药吧。所以才一直拉哦，我真的最近拉到已经剩下空气了，感觉有拉东西出来，可是看马桶是小空的，透明的。一天五次我也辛苦了，哎、欸，昨天有到七次哦。可是你睡着之后，好像又跑了三次吧，还是两次忘了。又要等，不是啊，主要是那个啦。万一直接跟我讲说，那所以你现在要开刀吗？我就心里揪了一下，嗯，好啦。不是最惨的是会揉眼睛，怕揉眼睛会揉到那个地方，他在那洗脸嘛。啊，他又在眼睛上面，怕去戳到。啊，因为开刀后就不能碰水，伤口不能碰水啊。Update。Thank you.
嗯，现在不是我不想走，是我走不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再吃料了哦。好了，耶、yeah ！感谢番茄。歌去神木，对啊。好，确认都关掉打卡了，走，我们各回各家啦。好啦，我等一下出一下门。因为其实真的要的话，我可以把啊这领过就不能再领那个删掉了，对不对？放在地上会消失。我想说，好吧，那如果要重点技能的话，只要安。看你晚上要不要转啊？转什么？你说法师吗？哦，是格斗。我还以为你是跟我讲法师哎、欸。一法一格，一功也很吃香，对吧、啊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在纠结我要哪一只角色不要啊？没有，我现在是在纠结法师这个问题。如果要的话，我可以练啊。好啦，出门去吧，好，回来再说。好，我射个东西，不射个东西。文好，哎、欸，哇塞，马上就是这个哎、欸，看来我上次战地也是用这个哦、喔。好啦，我晚点，我等等回来，大概20分前吧。如果没开刀的话，再用手机通知大家。啊，加藤优一不要给我乱来哦、喔，加藤优一不要乱来哦、喔。
哦，回来啦！好，决定让黄色的这一只啊变成魔术师，所以晚点把它删掉。哎，大家，我加藤空大没有，嗨，加藤，没事没事，他只是叫我继续吃药，等再消一点。他说有机会破掉，就是里面自己化开。宠物记得转哦，会来一定会转的、啊。关台后再弄吧，我先弄那个贴图。啊，我现在外套先挂一下。安安安安。不是，现在重点是，好丑，是我用打的还是用写的、啊？哦，教主你魔力多少？我魔力多少？我什么魔力？就是角色魔力多少吗？你该不会是要用重来种子吧？哦、还是魔力？什么意思？你在讲什么？攻守的魔力？二。没有，我要给你料理而已。没有，40等之前都可以吃那个，好不好？法国面包。应该说35之前是那个青椒肉丝，50级之前才是汉堡。新增，爸爸笔画好多、哦，这不同感觉。你讲啦，这东西还活着吗？你说法国面包，你要我这个等级吃什么寿喜锅、哦？你在想什么？汉堡不是补450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我想疯了啊？醒醒好吗？我们切个画面哦。截图其实不会很久啊，看这个嘛，哦，不是有鬼吗？有鬼，看一下哦 ，D 这个啊，哎呦，好。对不对？这样就好啦，就一个贴图了、欸。我觉得字有点可爱。我之前好女都是这样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上班的时候，有个人发，我发现一个女生这样写，发现这个女也写得很漂亮，就是她这样写。兔兔安安，爱油花，帮我要 EM 还有 DN 电。等一下哦，所以我问另一
等一下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跟人家跟一个玩光遇的讲事情。好，哦，好，就这样子了。档案另存新档，好丑，好丑。你刚刚玩光遇，现在还在晕？哈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就是转向转不过来啊？就是那个什么讲？就是你觉得你该转的，可是转不过来，是那样情况吗？嗯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上层图片要多大尺寸。内容设定好像是舞台那个狭窄空间在晕。舞台小哦，你是说？在室内吗？哇，那你还好吗？而且你怎么会笑人家？制定盈利会员频道，然后会员表扬是。等级一，广告商品，哦，徽章找到了，表情符号，反正正方形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头少了一个丝钻正常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我把它卷起来了，你看不懂吗？丝在这里，我把它卷起来而已。我的鬼习惯这样写啦，就像我的反笔画也少很多啊，你怎么没有纠正？外光你就问问，那我回答你啊。
你看我这个人懒到连一些笔画都要省略掉。好像不太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我用手机看哦、喔。好像不太能哎、欸，我再换一个好了。有点看不出来，对啊，颜色要用黑色的吧？嗯，等一下哦、喔，我改一下。等一下啦，先不要嘴我啦，等一下啦。保护不透明度 F。电脑也不太明显，对啊，是电脑不明显啊，我在想，我重新写一个好，好，然后我们补一点，二七三一，不行，像金的印章一样，对啊，那就只能一个丑嘛，跟国一样啊，我那时候国也是有一个国而已啊。分开两个字嘞，这样就两个贴图嘞。另存，外光，你知道他一直叫我新增那个层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有75的超那个啊，那个什么会员，他、啊、还是要什么3200块的会员。设计字体就那难搞，尤其中文字，对，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推荐贴图里面加文字。加文字之后真的是泛用性超级低的欸，啊这个就可以了，可恶，还是要整个白字体啊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、那我知道怎么用了。
外光鱼。哎、欸，好像好很多、哦。好，把那个好丑给删掉好了。那个好丑我再留一下啦。好了，我们换雀魂吧。啊，我先去开一只角色。因为我想要说，如果玩法师的话，要把那个为什么你有啊？这个。这个清楚多了吧，这个就好了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就先这样子。他是不是说你好丑？可恶，我被掉了。他在追我，来救我。我差点把我的删掉，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我有四只宠物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先搬家一下。你们先打开雀魂，可能要等我个十几二十分钟。我现在肚子超级痛，哦，好丑，太丑了。我觉得好丑还可以改啦，我这个私下再想想看怎么弄。对，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你的。妆都花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记得你牵过我了吧？记得你牵过我了吧？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把重要的东西剪一剪。亲子洞一百岁。哇，满出来啦。好，宠物空的，正在鹰之间奋战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还要再一阵子，我现在我爆痛哎、欸，好了吧，应该没有东西了，好，
啊，有的装备，我的装备，我装备给治好了。那、啊、你格斗还需要吗？要。格斗的话晚点吧。有星星哎、欸，好想。没有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当乞丐。原来我在开台，我好傻眼哦、喔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去厕所。哇，我的肚子叫好大声哦、喔，是扭动的那种叫哎、欸，嗯，来给你们看这一款游戏啊，我去上厕所了。
哦，我真的想在马桶上开台了，真的好痛哦！怎么会那么痛啊？好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！要吃点辣的，我不会吃辣欸，吃辣我真的会爆开，会开角色。啊，先关掉，先关掉。这只角色晚点再来练，来速刷它。是的，结束魔力宝贝。啊，删掉，删掉。是，我为什么要删掉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个啦，放魔法的话动作太多，好像也还好欸，因为 1.0 角色可以换皮肤嘛。三个牛念奔啊，这个我还知道啊。欸，西敏出来了欸，西敏要不要唱歌？我们西敏在准备出配信了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不用听我胡乱。酷窝歌吼还有很多好不好，酷窝好声音。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哪只角色欸，可恶！来，我们现在来这个画面哦、喔。因为现在玩的这只角色是放魔法是转圈圈，那这次有点放魔法是祷告的时候。看一下哦、喔，打完攻击，巴掌太多了吧？换下一个哦，这个祈祷而已。还是要这只，这只好了，确定。啊，转圈圈，算了，我们还有玉米好了。哇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善变啊？繁星星，繁啊，对，感谢那个谁黛玉的超级留言，在厕所看到，魔法，敏捷，体力。欸，是不是要点防御啊？我记得我首页怎么了？我首页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没事，反正先点基本的。好了，这次先登录才会零卡死。啊，我们先过完一次新手任务。音乐。没有，要点防御是因为要堆精神啊，不然你那个法会推不动啊。啊，对不起，已经过100对不对？那个那等一下今天开到好啦，开到两点好，对不起了，因为今天突发状况太多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拿枪，隔
斗宝贝啦，战斗宝贝。其实可以不用过新手任务的，我要啊，怎样？我就是要啊，我知道可以不用过啊，啊，我就是要啊。只剩下一秒被 KO， 原地复活 AO， 我们摆个帅的 pose 再格斗，不是格斗宝贝吗？是啊。是格斗宝贝啊！黑迪巴斯安安，巴拉斯安安，完了，我的枪会不会裂掉？最枪拳，你还没？战斗宝贝，西敏宝贝，你是我的希望，西敏。吉米，你是我的希望。哦，教主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本来是要想要红色那一只转成那个啦，转成法师的，因为我觉得红色比较适合打法师，感觉啦。但是我姐说那个新手礼包既然领了就不要拿，感觉浪费。哦，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可是她说都是一些东西，什么补给品还是什么。然后好吧，那就算咯。那格斗就是蓝色哦，对，我一直以来格斗都是蓝色露比。然后我。也是一直以来红色露比是那个法师，还是我在一个红色露比，好像不是不行，看看抽到什么啊？抽到小蝙蝠，我们就改成红色露。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善变啊？这是什么职业？想玩魔术师，想玩想不开的职业。小蝙蝠重开 ，yes， 还很想要呢。改个名字，小蝙蝠一，好设定，放出。哎，待会见，小蝙蝠。其实你很想要吧？嗯，那么一丢丢啦，没有习惯性啦。就习惯红色的是法师啊，所以你没看到我的第一只角色是红色吗？虽然我比较喜欢蓝色啦。对不起，浪费大家时间。你要再走一次了，对，我们现在进入了三重的时空，三重的宇宙。哎，等一下，投票不是有在看台是八十几票啊？八十几趴怎么变成六十几趴？好，幼花晚安，明明见呢。你看这只角色就是拿什么都大吧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只。又你看又包包头哦，钩锥，钩锥，
在超魔术师。好，阿七早安。哎、欸，对，昨晚好像也没有啊。我昨晚玩那个玩太疯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应该假日早一天，每个礼拜的假日都早一天来玩那个潜水艇狼人杀，他潜水艇鬼刷人。哎、欸、屁啦！欠点。所以你有点防御哦、喔，刚没注意，没有啊，我点吗？没有啊，还没啦，还没啦。是因为你如果照着全部点魔力的话，你的精神会不够追你的罚，你应该懂我意思吧？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初心有改过吗？哎、欸，我以前创法师的时候被小石像怪敲死过、欸，哎。对啊，就像好像正常程序吧，四等魔法不是二十级就三等三十级就可以用了吗？可是通常来说，你的精神会不够。通常如果你这样正常点的话，你的精神会不够推那些伤害。那时候是团团跟我说的啦，所以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会这样点？他说没有啊，要堆精神啊，你伤害才起得来啊。哦。没有潜水艇，没有潜水艇。我们昨天是玩一个更嗨的游戏，18禁的游戏，所以你应该也玩不了。哎、欸，我这边真的要说一下，平常我们可能就是会开开车或什么的，但是像边缘人好了，他说他无所谓嘛，他没关系之类的。今天不是他无所谓的问题，是我们这些大人其实要做到的是保护下一代嘛。就算他今天无所谓好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我们该做的责任。就像你们聊天室很多未成年还是什么的，我们平时会开车还是什么，但还是会截肢。啊，边缘的那个死小孩是靠腰那小，边缘那死小孩是整个就是玩嗨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欸？怎么了？你要给我什么？不是灾难公关吗？就是灾难公关啊！我觉得那个边缘人，我真的不想要他来玩。这个是 tomato。我刚刚想拿走小蝙蝠，哈哈！我有取叫小蝙蝠一啊，还想走，他自己也在开，这我就没办法了啊！怎么讲？今天，就这样，今天他在我的台啊，我有权利就是负责说那个管他嘛，毕竟我们也是成年人啊，不能就是虽然他想要残害自己啦，就是他无所谓什么之类，他还懂的东西比我多、啊，所以还跑去 Google， 我天哪、啊！没有，我昨天后来是那个啦，我昨天后来没有进去，想说。我走心了，好不好？昨天呆鱼跟小妞在那边恩恩爱爱的，没有啦。就昨天就是想说也要休息了，就先直接离开了。因为你都玩嗨了，想不想去打扰？好啦，这个晚点再去就职。好啦，番茄，呵，那我把水龙吸给这只了。好了，终于来到了我们。期待已久的雀魂麻将时间，所以灾难公关可以正常玩，你们可以玩啊，但是我就是真的建议不要跟未成年的玩，没有说不让他们玩，是他们真的要玩这种东西，开车开很凶的游戏，真的不建议，你懂吗？不然怎么会说游戏使人暴力、使人色情什么之类的？有时候玩嗨的过程中，很多就是会，你知道吗？刹车失灵还是怎样的？你看，我们这些成年人玩都会玩到失灵了，更何况是你们。
昨天我的山上优雅一出场就失败了，我很难过哎。你要换谁？有辉夜了，有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又有这一只？你好扯，你不是原本没有？通话通话，金敏唱歌。对啊，今天你看小鱼也不会让我太常开车啊。就是我们都知道聊天室有些未成年，或是我们 DC 也有未成年，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聊一些过程，我也其实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是太过头的我都会制止，懂吗？我说未成年，或者说有新同学，上来啊，快点，无名可以唱歌了吧？没人了吧？应该可以唱歌吧？无名，你找不到借口喽，别想逃哦。你也供应商了啊！这人好扯哦。哎，那西明嘞？蓝鸟是没开过麦啊？蓝鸟是从来没有开过他的金口。有。他有吗？他一向都关。他一向都关麦啊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听过他开过麦。常常都是用打字的回聊天室，还怎样？所以他们去哪里了？雷门，台鸟吗？西敏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又在迪士尼了吧？又在迪士尼哦。对啊，不是半天就可以逛完了。还是西敏，你旁边有男人？你不好意思开麦？来了，西敏来了。哦，来了，不能追了。没开嗓啊。没开嗓啊？又还没开始叫你唱歌。肯定是因为没唱歌的关系。你去速洗一下就可以开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速洗就好了。不是，我那个洗漱是出门前要洗澡哈，洗澡的时候穿。哦、那你可以现在去洗澡。一边洗一边打。What？ 是你的牌，好可怕哦！只是亮亮的而已啊。亮亮加混老头哎、欸。亮亮混老头，对对耶，你确定？你手上是有两张一万？他不是把一万碰了吗？一万不是碰。你手上是不是一万加一张？我想一下、一桶不可能，一条不可能，九万不可能，我弄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他可能就只是碰碰胡而已。我也同意、啊，南方没有，然后输完了，或是他手上有东风，南风，不要猜，你害羞了。你穿啥去啊？不知道。哎呦，干好丑哦，好扯哦，我是说好扯。不扯了。荔枝棒了。哦，真棒！我本来无名那张北我就可以胡的，我想等东风，结果等到两张荔枝棒，好爽啊！直接胡我不好吗？不好。东风中将两番呢，我两番呢。感觉这张牌在残鸟的边。理解。哎呦，一起死吧。哇，好了。原来无名是女生吗？对，跟我当时也是吓到一样。哇，好扯哦！
好丑，东风都在保牌，什么鬼啦？也就我开麦都会有人在问我是女生了。子瑶，我不萌了，子瑶，你才萌。子瑶要不要唱歌？怎么骂人？子瑶可以骂西敏哦，他很开心。怎么要骂西敏？可以找个人骂，有谁想被子瑶骂的？太棒哦！你要把所有人都骂吧，骂一遍。这个聊天室人骂聊天室。只要不要骂人，只要蒙他就会骂了。你唱唱过了，我没听到啊。我听到，他偷唱了、欸，好扯哦，好扯，好扯，下面偷唱啊，好扯哦。有啊，我其实昨天在睡前有一直听他唱啊，唱很多歌，真的很好听。他唱歌真的很好听，可是就是会碰到他有时候会断麦过程，我就很哦录的过程就觉得很难过。可恶，怎么断麦呀？怎对啊，就是怎么唱那段唱五句五哎、欸、唱五个字就有一个字会断掉，就很可惜。那昨天很那聊嗯，我昨天其实录了有录了几次，然后都删掉了。是太高被消是消掉还是他自己是？不知道为什么、欸，他可能音感太高吧。你有断麦啊？你还蛮常断麦的、欸，你要不要现在唱歌试试看？他那个要调，我觉得是音感啊、他们说要调那个灵敏度跟那个杂讯。杂讯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是有个那个什么自动杂讯要打开还是什么？你要去吃饭，你可以先唱完再吃啊，要开嗓，不然你吃完之后又有借口。吃完再唱啊，没有，他吃完再唱就有借口说不行啊，喉咙卡卡的了。我也在吃。那要先唱歌吗？开开嗓，这样上班才会之类的。上班会唱哪个？上班这样子也很可怕的。吃饱会熟哦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我要把标志底。不一定要看着呢，有些人唱歌之前喜欢吃饭。唱歌喜欢吃饭，还不会一些米饭从喉咙里面喷出来。之后，他说吃完饱了嘛，然后肚子就有力气，然后就可以吃。肚子就有力气。好奇怪呀、啊，这肚子会立直关。哎、欸，好扯哦！子瑶在 DC 打骂什么啦？好啊，我要来了哦。子瑶要不要骂啦？快点啦，你可以骂 Joko 啊，骂小鱼啊，欸柴鸟。欸柴鸟，柴鸟，还有柴鸟吗？还有柴鸟。半腰红宝牌，丑！你好丑！我觉得应该是把那个好填满一些白色的背景就没事了。再见了，再见。师傅，どうだ？かしました。他国士无双哎、欸。西敏，不拼了，不拼。然后呢？芝麻，给芝麻。所以意思是说我还有可能可以十三年的。我叫你啊，怎么了？耶、我收到了，我好棒。下，我给的吧。不知道，我起手就可以六局满贯，不是六局满贯，那个就用九牌要干嘛？起手就六局满贯呢？说错了，这么好，这么猛，九跟九牌啦，这么猛的，你哪笨？你作弊哦！错了吗？所以只要你吃完就可以骂人了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，无名啊！我这不要，
我是不会倒的。加油。没这回事，那你要不要现在进来骂人？快点，我怕你抢不进来，没得玩。你直接上来吧，子阳。对啊，快点啊！你唱歌，我关麦，大家发大财。对。你不上来就是我们下去了哦、喔。反正我打完也是得下去。希望能听到只要开心口唱歌。现在真的不行。哎、欸，利恩，利恩，你晚点给我一个一个邀请码，因为贝贝换账号了。你认识贝贝吗？啊。他说要跟我要你的那个邀请吗？你等下 DIDC， 我等下贴给他。蹦。我不是、欸，我是打下去叫我会没了。嗯，你也要喝得到我啊。我是想继续打下去的。你也要喝得到我啊！你也要喝得到我啊！哦，好的，很好，这个在打东西。他昨天不是在线吗？他买账号啊，反正跟他讲说不要买吧，就买账号感觉。就只是你的身体跑，你的灵魂跑到别人身体的感觉，懂吗？今天有人说，如果今天我跟你的前任身体交换了，灵魂互换了， no. 但是要啊，那不要讲好，不要讲，有点太过头。昨天有看到什么宝贝的在聊天，什么宝贝？格斗宝贝。不会啦，不可能啦，可能啦，我是谁？我防守哎。你是谁？你西米的？你西风啊？西米就是会扣着别人的牌啊。你只会扣风啊，你不会扣牌啊。你看，看，会扣人？推推没有，我靠！因为他。你吃的是一条吧？如果打四条的话是，四条都一个短鸟。对啊，这满贯呢？也是满贯而已。好扯，满贯而已，哇，好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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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都是讲而已了，哎。彩鸟今天的牌好丑、哦，小哦。对，我今天他平时他不是。平和大王对啊，动不动就八千一万二的人，怎么今天是不是创业失败啊？要跟我说一下、欸，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挫折？你可以说出来，西敏可以帮你解决。嗯，可以帮你解决。你有什么问题找西敏？对啊，嗯，我可以听，西敏可以解决。嗯，什么？有问题吗？大家表示他今天评估不了，评估不了。好了，我也懂。哎、欸，你 ID 改了、喔，变短了、欸。还是就因为你改 ID 就变短了，你就平和不起来了。这是另外一个账号吗？我贴一样哎、欸。不知道。嗯，不知道。瓦嘎娜娜。瓦嘎诺诺。嗯。哎呦，出来！是不是很熟悉的牌型？你那个一万呢？哦，又是魂老托，加白板。可是你这是把东风打出去了哦，是什么南风跟北风？你都打了东的两张了，我还不倒扣着要干嘛？过眼呐、啊！嗯，真的哇哦！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扣不到你的啦，放心了啦。没事啊，就他妈的不是听字牌，也不是听幺九牌。
普通的对付。他可能听宝牌啊、嗯。他真的不是吗？我觉得有鬼哦、喔，这一定有诈。来，我打这张。不行，北风太危险了，北风有鬼。也是，我摸到北风，我打。北风有鬼，相信我，他是西明耶。没关系，他打我不痛。真的好扯哦，都讲讲的。你玩抓鬼是不是也都是那种吉娃娃的？谁？这个？我真的敢。哎、欸，我叫做北风啊。弄啊！满贯、哦啊，才满贯，还好哎，还好啦，才满贯，还有一双。算地发又拿地图放了，开心。哦不！哎、欸，你还是把名字改回来吧。菜鸟，你不适合改这个名字啊。满贯、力气、一发、太阳、罗拉尼、罗拉。你好闪呢、啊。卡内曼。平和都去别家了。菜鸟。名字换回来了、你改个名字改运了耶，运被转走了，我卡住，等下去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Hello Hello，不能到两点，到一点半好了。是吗？到一按情况好了啦，先不要太笃定的讲，我不讲，我不讲。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啊，番茄你是几点到家？一样一点半还是十点半？我今天假日六点左右，你这么晚哦、喔？你这么晚哦、喔？所以我才把笔电带来玩哦，了解。刚刚运气不好而已啦，我在做清一色啊。哦，哦，是这样子。理解。三等于。但其实昨天小奈在唱歌，不是小奈啊，对不起，刚看到小奈那个谁只要在唱歌，就是昨天他唱了很多啊，还有什么爱的魔法还是什么忘记了。赖的魔法，金沙的歌，然后就是唱整句嘛，他声音其实也没有，就是他没有换气，就是可能啊这样子之类的，就会啊啊啊 啊, 啊这样子，很像鬼魂现身那种，会断麦的。
就很可惜。小奈 ，Hello， 晚上怎么了吗？晚上什么怎么了？没有怎么了啊，他不是还要继续抓？对，今天礼拜六不是礼拜日哈，哎，变成波及王子那什么，我没看呢、欸。你们是说那个吗？国王的什么歌吗？排名？那个完全一集都没看呢、欸。嗯，好看，没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来个这个天河，嘿，切切，继续抓吗？那要不要等小鱼他们的过程转职格斗？可以啊，我突然想到有个新的规则可以玩，剩下40张才可以开始吃烹，如何？抽什么时候有的？12点前。对，吃烹，剩下40张才可以开始玩。你们在哪一府？哦，摩羯，好扯哦！我是门清主义啊，不是有些人不会啊。三级重装跟斧头，好啊，不到最后不吃碰，还是你姐那边有啊？也不用，我姐这边有啊，我姐开她的，开她本号过去，一下就过了啊。你没看到稍早聊天室，我姐一直说什么我弟不怕死，虽然我昨天还前天有说，在玩格斗室我就是狗，汪汪汪。你不怕我死，怕我飞，所以开场我就是用宠物打死自己啊。Bondes， 对，学个一阶魔法，然后用那个用魔法打自己。哎、欸，不吃碰主义的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刚刚听到什么啊？谁不吃不碰啊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好奇怪哦。菲菲早安。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什么？我有听错吗？喂喂喂！我要多个片了哦，不是丑是片哦。你是不是想试暗课？他很常在骗，不意外哦。原来马同学你在疯人院的名声这么臭了哦。马同学你好扯哦。哦，原来是马骗，是不是？理解。原来是扁的意思啊。马扁同学。上台领奖，不对吧？
马扁同学。死了！哦，是你啊、喔！怎么不是他、欸？怎么不是他、啊？哎、欸，佩佩啊，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我可以私你吗？来，我祝待会可以看到单色同课。你要出门一趟，哎、欸，对，一夜月我讲一件事情哦、喔，干，是我，你有你最近有收到我的火吗？就是我有传送那个星火给你，你有收到吗？因为。我最近光遇很奇怪，是我送完火之后嘛，我过图重新读图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火就要重点一次，哎，而且已经好几天了，就是同样几个人，就是你是其中一个，就比如说以夜月跟佩佩好了，这两个人，好像还有呆鱼吧，呆鱼的小号，我都没办法那个点，哎，呆鱼小号有。就是有几个特定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送火都没办法送到、欸。哎，谁能告诉我要怎么样才能不怕那么不会那么怕嘎抓？打他，当你口了他几次之后，你就会不怕他了。加油，加油！像我刚刚就剥掉了一只蟑螂。动火，对啊，星盘上面的火啊，就是那个火，有我吗？好像也有哎、欸，你有收到？我看一下，你看，都已经不怕脏不怕蜈蚣的人，还会怕区区的小强吗？不然就是我直接把你丢到去，就说你今天要抓满五只蜈蚣，今天才能下班吃饭。你每天都有小火啊？欸，我还有送你爱心，怎么会只有小火？还是有齁，所以只是显示 bug 齁。我来检查一下。啊，马同学也是，马同学也是，就是一直显示没有送到火的状况。连爱心也有、哦，那就好。那我主要是担心没有出现啊，我就很尴尬、啊。哎、欸，利恩，你传那个给我，那个好友邀请的，我等一下丢给贝贝。跑出 bug 吗？对，几乎都是自由，在自由的画面的卡 bug， 哎、欸，很奇怪。你认光遇了，好，我丢给贝贝。我看一下，
不到最后绝不吃碰，对不对？马同学，我学会了。怎么那么吵？哎，我自己不能打丑啊，太小啦。等一下，我要把那个好丑改一下，我看看可不可以改。看一下哦，这个，然后外光晕是不是？外光晕，改黑色好了。外光晕，确定。你看他讲了什么？丑，还不是中嘞，是丑，丑。要不要直接改成好？我先试试看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再改；不行的话，我再改。对不对？待遇我做错了什么？啊，对呢，我要敲佩佩。敲佩佩的头，佩佩头过来敲一下。大家 ，Hello， 把赞洗到150，不用150，没有什么奖励，好吗？没有人要唱歌，今天没有要唱歌，今天没有人要唱歌，好了，可以先点这个，长按短存，好丑，是。要先休息，对啊，新名不唱，每天都听他唱也会腻的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子瑶，来想逃，林毅来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林毅死，哎，还是不行哎，还是有点，可能真的要改成好了。会变成丑好，感觉好一点点呐、啊，可是还是改成好好了，不行 ，YT 的太小了。不能用，你重整，重新整理，重整才行。Pondes。
要绑架了。节目没有哎、欸，多两百。リーチ、ツノ、ピンフ、ドラ。ツノ、タンヤオ、ドラ、ドラ。分数没控好，干嘛？讲绑架？感谢生母，感谢马同学，还有门什么意林。多久？上一次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阿七在吗？佩佩问你可不可以加？欸，谁？可以啊，那你留一下。哎呀，好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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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随风飘摇，这样一个好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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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嗯，是我。欸，我如果边打麻边做图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不尊重你们？没错，好啦，不要啦。理解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先刷自己抽好了，抱歉。
不要嘴我，不要嘴我。好丑，好是不是？看一下好怎么打 啊， 啊，还是要突出去比较好。芒刚，你要相信会有宝牌的，我一直都这么相信的啊！我都差点国士无双了，哎，对不对？这是阿杯教我的金句。为什么会这么雾啊？等一下哦，那找点例子，我就找给点画画啦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一心多用。明明说好自己不会一心多用的，哎呀，好扯好扯啊！还是再加个好扯好扯好了啦。外光晕，外光，外光晕。我只能透过 OBS 看我进牌了没？欸，好的，罗马拼音怎么拼？灵魂 G H H 什么 ？H O 后不是？H A O 哦 ，H A O 不是那个吗？
哦 ，SA 哦，哦哦哦哦。好了，重整。那我是要把棒也写进去，跟好棒棒。那、啊、这个好好像有点太大了，白痴哦、喔。这个好好丑哦、喔，好好丑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我要再改一下。不行，这好丑好丑好丑。哎、欸，老菊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真的好丑，真的好丑，不行，我再想想，再想想，再想想。还是好就不要了。哪个部分想法？字体？还是要好要粗一点啊？好粗，好粗。还是用星系名题好了，星系名题好棒棒。刚好配上好丑，所以给过。想到一个，看到你打 Joker 想起来了。我们来写一个特殊字体。写好像韩文哦、喔！天哪、啊，我写好，写写写。力气。Don。力气一发，ドラに。魏国。太惨了吧！我的字有这么丑吗？哦，死了！我正在写这个字哎，我正在写口人哎，啊，真的啊，这么像韩国字？
等我一下哦。我怎么开到剪片软体了啦？我白痴！等一下，再等我一下。哦。就这口人的，再等我一下哦，我在调外光晕，分二十，应该可以的。档案，缓存，口人是 C O R E N 嘛，对不对？我会，我会。白痴有多少表情符号啊？我开心，我可以，哎，满了，满了，满了，所以我们只能把好给去掉吗？好或丑选一个，好去掉。C O R E N， 编辑，好了，由于频道会员不够多人。再加上我这边乱加新增贴图，哦 K O U 哦，是 C O 哦，可恶，扣，回档，要什么？记那 K O U 哦 ，K O U。储存发布，我变成另外一个字了，没办法，贴图不够用，就跟之前和尚的那个体悟心灵祥和也被我删掉了。你写穷好了，我之前有写啊，我之前就说，其实口人这样字拼起来很像穷，穷犯的囚，哎，囚犯，穷犯有多穷 ？K O， 好烦哦，随便啦。反正这个只有在日麻的时候会用到。检视，哎，真的有这个字哦，是韩文吧？零人 ，KO， 侦测语言，深，念深呢？搜寻看看，深，
哎，谁那么大胆？你是谁 ？Who are you？ Are you here？ 是我啦，你们加个哈哈是我，哈哈是我啦。我们昨天半夜啊，也是在那边荧幕分享，然后自己玩自己的那个钓鱼游戏。然后后来小鱼就是突然跑进来，我就说：“小鱼，快点救我们！你最漂亮了。”然后其实昨天也在想说，到底为什么只有小鱼可以开？然后怪人的想法是说，有分什么公用网路跟私人网路啊？然后就让各种开始分析。就是你，我吗？不是我啦，人不止我啊，有怪人，我利恩啊。讲到利恩，我们昨天在玩的时候，利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断线，因为那时候倒数一分钟的时候，利恩已经收杆起来了，但是他的脚好像被那个洞口卡住一样，他起不来，坐在椅子上动都动不了。不管，只能怪我。还有怪人，好不好？他脚卡在洞口里面，他就坐在板凳上面离不开，他就在我们旁边苦苦哀求，我们就边笑边跑，听起来有点可怜，也有点可笑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昨天。也不能怪我，昨天他后来跑去升学考试，哎，他当那个教授，因为昨天利恩就是一直卡，他每次一直断线，然后就一直卡，然后我昨天还钓到三十几公斤的鲤鱼，昨天钓了七条，加起来74公斤，很嗨。你看小鱼五点多没睡，哎。不能这样子哦、喔，我昨天四点多就去躺了，是因为昨天他们去玩的那个公关什么鬼东西的，还没睡的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小鱼，自己的锅自己背哦、喔，不干我的事哦、喔。昨天玩那个玩到嗨的不是我，你让他嗨完了，不是我害的，那是杰克，最嗨的是杰克来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们就玩了一大堆那个东西，他应该也跑去隔壁玩吧。对吧小鱼。好嗨哟。好嗨哟。对啊。好嗨哟。我昨天还怎样？昨天在钓鱼的时候，我还一上钩马上冲去厕所尿尿尿，尿尿尿完回来，鱼还没上钩，你就知道那鱼多大条。那只鱼有够大条，它现在不理你，应该是在柜台前面睡着了。没有啦，它在钓鱼。我昨天还什么？哎、欸，昨天我还唱什么歌啊？所有的鱼都跑到我这里。哦，对，昨天还有说什么什么，告诉我什么怎么才能钓到呆鱼什么之类的吧。然后呆鱼就下来了，然后就他又走了，好难过。我们昨天还在说要怎么钓呆鱼，就呆鱼下来一下又跑掉。啊，没爱了，没爱了。哎、欸，你国士无双做到哪里了？
还好吗？进展顺利吗？走心了，对啊。昨天害我气到直接离开群组，应该改这个的吼。啊，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怎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哎呦喂啊！我很抱歉。哦，你真的当真哦？没有啦，你不要当真啦。你听我该该就好了，不要当真好不好？没事没事，带鱼没事的，带鱼没事。你们昨天光遇不是要带鱼自己点抱抱吗？我就说这就是差别待遇。没有，每个人我去主动，就待遇是被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自己想，有脑袋的自己想。而且我还在那边说，我去洗香香了，然后说什么我香喷喷回来了啊，我香喷喷了。然后他们自动选字变成我想泡泡了，然后泡泡在里面笑死。谁撤回讯息？来，你被禁言长老禁言咯，我看一下你回收什么。你回收了有心了哦，来，不用回收讯息啦，那个。这边台规是台主不喜欢的聊天室回收讯息。嗯，哇，觉得这奶茶有毒哎，喝完好困。他跑去泡泡前面了，所以你们昨天是在通话哦、喔？因为昨天我在边吹头发边在用手指。哎呦，头发真的好长了哦！呆鱼才说看到，那我想谁你就会跑去谁嘛？哇，天啊！奶茶正常不是喝完奶比较精神吗？没有喂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这什么名字啊？该剪了，还在想呢。其实他还在想说到底要不要留长，因为其实就是留长到一个阶段之后，其实会变得很好看。我没有说帅啦，只会说变得好看。啊，我现在已经过渡期到了，已经度过那个过渡期。乱改啊，你不怕你跟才鸟一样吗？平时平湖已经扶不到了。我昨天直接在 DC 笑疯，哪一段啊？我觉得现在也不错啊，什么东西现在也不错。你是看过、喔？像道明寺那样，我已经到了啊！感谢景月的再150块，我其实已经到了，因为我后面的头发其实一直往后弄，所以没有往前拨。弄。我今天不能弄笑人了，你被静音了。你为什么被静音？那很好啊，你看呆鱼有了。哎，子瑶能唱歌还给我跑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他谢谢台湾，他也笑得很开心。我知道啊。哦，2.5张哎，怪不得我等不到。子瑶，我要上去咯。我很好奇那个意见调查表票是不是没有？你看一下。好，哎、欸，因为稍早同时观看数是80-90，
哎、欸，没有，更早之前是那个啦，多少？五六十。然后那时候喜欢的次数就被洗到了那个七八十，所以是有人在那边乱洗票、冲票，所以我才会说，不然就是可能有人路过点个赞就跑掉，还是怎样的。所以我只是好奇问问，所以还是有，你看三十，哎，来来，我懂你意思了，430票，同时观看数100人。所以有人在那边洗票啊，白痴！以夜月又出来，昨天一直在弄跳呆鱼，然后救小妞呆鱼还有克洛伊就把我静音了，你活该啊！他们几个是你该弄笑的吗？浩福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要唱歌？你吃饱了？还是你怕你唱一唱，唱到一半会打嗝？你会唱《爱的魔法》吗？哎、欸，你昨天是什么？确定，其实还不确定，与你四目相接有惊喜，是吗？那首是那首吗？他们说你有点坏，对你的女生都很伤心。还是另外一首，我记得是金莎的歌嘛？啊，叮当的歌，对不起，不是金莎。杠。哦，你很敢杠哎！他直接让我梦醒，这人好扯哦。要我干嘛？我刚刚中午去买饭我刚才开车，400多票怎么可能想骗我？你看400多票，那路过也没有点个喜欢之类的，你看，所以啊，我才会确定想要说，到底是他们是来是真的路过有看到还是什么？做个统计啊，按完就走。对啊，也不按个喜欢就走哦，好过分哦！教主，你那边是不是一把三级弓？对，没有，不止三把，不止一把，现在有三把了。我如果那只一个给小鱼嘛，啊，一个是给那个，一个是原本那只弓箭手，然后拿过去的，所以有两把。嘣！好，陈烨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子瑶要不要唱啦？我也才22只账号，哇！所以这个统计是真的有用哎。好啦，我结束一点调查，436票哎，这是什么数字？436哎，这是数字哎，而且我都没开来，哇！好啦，既然子瑶不唱，平时才看到三个啊，欸，偶尔可以看到5只，好不好？很偶尔啦。他不是有时候什么手机加平板加什么鬼的？确定其实还不有人洗诬赖我，没有你就整天在那边说你账号多啊。被诬赖正常吧，被怀疑洗钱合情合理吧。理解。哎呦，这个留下来双等于啊，没有用章，没有，不能立志，可恶。那表示我可以洗了，看你啊。看你啦。
等一下，你是绿茶牛奶？不是啊，牛奶拿铁是谁？是我啦，哦，嗨，你好，要跟你打，最近才跟你打的吧？哎，对啊，你如果有兴趣想要加入 DC 的话，因为他们都在 DC 打牌。哎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粉专。啊，只是工作天，啊，我按错了，抱歉，人果然不能一心多用啊。三一七，哎，我很抱歉，居然按错了，拍谁啦？有打过了，可是真的不常看到你啊。啊，你现在只是跟你说，如果喜欢打日嘛，你就可以进群，很多神经病可以陪你打。然后你有传了，好，我再去说一下。因为其实这个月多了，也不说这个月啦，从上个月玩光遇到现在又多了三十几个，就其实成长很快，哎，有时候可能也是今天加完，结果想说隔天应该没有人了吧，结果又隔天又有人了，对，有点来不及啊，所以会来不及，哎，怎么打啦这个？好了，抢到挂台继续上班。你在上班还给我抢？哎、欸，你如果以后上班还超过四点还不睡的话，我也不能干嘛啦，我就去抱佩佩了哦、喔。佩佩上线来。小弟也是抢不到继续上班，你不是刚刚在银之间吗？奶了，你真的要、喔？好吧。李吉，然后昨天不是在那个吗？说什么小妞那边，哎、欸，我们这边满了，去小妞那边。然后我传过去的瞬间，那个伺服器直接帮我们开一个新的房间，好棒哎、欸！我偷瞄一下呆鱼现在是穿怎样的，呆鱼是小只的哦、喔、佩佩再次好啦，我回去了。说到 DC 教主，我最近发现 DC 账号可以绑 YT 哎、欸，有看看你有谁的会员哎、欸，不是一直都有吗？那最近的功能，我看一下、喔，看看子瑶好了。只要是登退取跟 Steam， 哎、欸、，Steam 也可以绑哦，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你看我们楼上频道除了静以外，两个好声音，一个柯文哲，你们要去听他们合唱吗？请问有谁现在在海胆啊？我其实可以，你可以飞我说我，可是现在剩四分钟哎、欸，
我坐过去可以啊，你等下飞我。你好不合群哦、喔，没办法、啊。你有的就是紫色的头框而已，啊，紫色的 ID 而已。利恩传我。教主有个问题，哎、欸，请说。我现在很穷，没有钱。啊，你要问什么？竟想变科批，有意义吗？哎、欸，利恩你带哦，利恩你烧，因为我发现我稍早用 Switch 开的时候，他竟然给我挂在那个，给我挂在那个圣岛。从 DC 账号的会员绑定加兔窝群，可以从 DC 账号的会员绑定。哎，狼月上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、啊？不是，我们后面还是会有给一个号码。可以的话，还是按照流程；不是可以的话，按照流程比较好啦。因为上次好像狼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就直接进群组了。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有这个方法啦，后来才知道，就是他后面没有身份卡还是什么。可以直接从 DC 那边加，加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根本不用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找到这个群组，还是这个进来这个群组之后绑定什么东西？我真的不懂欸，不好意思。绑定就直接有在校生的身份组，不行，我好笨哦、喔，我果然不适合管东西。哎、欸，没了，懂。晚点截图放 DC， 好啊。那如果直接绑定的话，你们还会有后面的会员编号吗？应该说第那个啦，狗牌。感谢杰云的不是钱，二十六个月，谢谢。哎呀，头好痛，这我就没试过了。你可以先飞到上面的大蜡嘛，就挂在那边嘛。反正三点不一定会飞啦，就只是这边比较好过来。谢谢杰云。你要传什么给我？这个哦，你是说绑定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加是不是？好像上次狼月也是这样子欸。
就只是你从这边加进来的时候，但是你不会有狗牌啊，你会没有编号，所以你最后还是要跑去那个粉丝团一趟啊，懂吗？大姐发话了，那把你不是这边啊，是上面岛，是上面的岛，那个岛上的大辣不是这里哦，好丑，好扯哦，我是说好扯啊，不是好丑。啊，佩佩嘞，佩佩没有来哦。对不起，我丑，没关系啊，你都道歉了，你都道歉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，对吧？哇，佩佩嘞，你在吃小辣吗？小辣，那个切加嘎嘎，啊，对，就是这里，耶、yeah, ，到了。反正我也是刚到托才想到这个的，没事没事没事吧，应该啦。呆鱼上线了，呆鱼来。哎，不是你不是上班？我们在正岛大辣了，飞过来了。你要跑圣岛吗？佩佩跑完了啊，耶、yeah ！而且我昨天才发现，原来 DC 还有这种操作。上班上什么都不是，这传点。繁星的兔窝可以与您们面谈吗？可以与你们面洽谈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粉专收到一个说什么可以跟我洽谈吗？我很怕听到洽谈两个字，哎，感觉压力很大。干嘛、啊？你抢走我的红中好兄弟耶！有委托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去看一下，要洽谈。玩自摸，自摸，
我想加你光遇可以吗？可以多分享你的资讯吗？可以与你看看吗？给我吧。直播。欸，不是我找，结果他是跑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加我光遇好友，吓死我！教主，我找到法包没剩几组，我要先帮你买吗？不急啦，不用没关系，不用没关系。应该啦，没关系啊。那到时候反正就去打哥布林头盔去做面包来吃啊。现在一组多少？1000还是1200？你也不一定是帮我买，你可以啊，你先买下来好了。小鱼他们也用得到。大三元好朋友没聚在一起，没办法单飞了。因为发现昨天好像白板好朋友跟我比较好。等等，加光遇好友洽谈两次，乖乖，他应该是用那个啦 ，FB 内建的，懂吗？他有一些内建功能，可是就很礼貌，可以。分享您的资讯吗？可以与您洽谈吗？洽谈。欸，冬四了，那等一下再一局哦。等再一局就休息哦。就是会有一些内建的一些语音啊，就很像虾皮吧，或者什么类似谢谢您啊，请问您在吗，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一种。等一下，我又被呛到了。再丢，碰，没有了。法包一组200块，是台币吗？魔币200块，那谁要做法包啊？那么，现在200，魔那些耗一耗也不止200吧？做法包多少？20魔吗？哇！我想说200，吓死我！750那还合理一点点。欸，那750也很便宜耶，真的已经没人在玩了吗？200是魔力，我想说，现在想一魔力1块钱是不是？河底摸鱼，天白。好的，感谢封闭单推曹玄志。来，我们最后一场。我算踢掉。你的雷魂来了。感谢，谢谢。
她之后要换角色，她要换皮肤了。她最爱的她老公有新皮肤要换。哦，小野是说，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星空才九组可以，哦。啊，你刚刚怎么问三级宫？那个风花雪月是哪一只？曹吗？那个曹玄志吗？可以回家钓鱼了。摸呆鱼，呆鱼要让我摸吗？然后被蚊子。嗯。哦，滴滴哦，好的，我尽量记好不好？风花雪月，格斗的水蓝教练反击几率很高哦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才会都拿长枪去跟他玩。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很爱玩骑士，所以他最爱打的王就是水蓝教练。这会造成什么情况？就是就是在反来反去嘛，就是他反水蓝教练，水蓝教练反他。那再就是他那个宠物也用反击，等我回家哦，摸头好啊。真的啊，他那时候就跟那个水蓝教练反到他死掉，他还所以那时候不是说那个有骑士之愿吗？他就是用骑士之愿打水蓝教练，就是水蓝教练冲我往我这边冲嘛，然后他帮我挡，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互反，然后水蓝教练被他活活反死欸。所以我那时候那个画面，我觉得哦，好好看哦。那再是我要打尤大的时候，他尤大也是那个在护卫我的时候，就跟尤大那边护完。那我的名字要改叫河底了，然后河底加入了游戏。我刚刚把这张丢出去了。这个刚刚丢出去，我想说我要清的。哎，还是呆鱼叫河底好了，河底呆鱼。就差两张没啦，一二三，好嘞，找不到三级重装，你 是要给我穿的是不是啊？如果拉肚子可以穿了，嗯。增加一点防御力，好，增加一点抵抗力，奥利给，我
怕你飞掉，那顶多再跑一趟啊。不是，我会飞掉的原因就是你不够力啊。如果今天真的要的话，我可以找外援啊。我姐也在啊，所以其实没关系啊。就约，就等一下看约时间还是怎样吧。因为晚上的话不可能，因为我姐要回那个回家。她现在都白天是来，白天来我家这边是做那个家庭代工，那就是累了就休息嘛。然后晚上就是回家家当家庭主妇。哎，你睡醒了、喔？你等一下有空吗？我们来就职格斗室。今天睡这边哦，还是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来就职格斗室啊，想不开了。我的名字是不是越来越多了、啊？不会啊。你的名字都嘛是一些奇怪的人取的哦、喔，对不起，我也是那奇怪的人，怪鱼。你帮我买了高级捆工护符，对我太好了吧？天哪，高级耶！哎姐，你那边有没有那个啊魔法的护符啊？还是都卖光丢光了。啊，怎么没有鬼之进章？可恶！看来是真爱一堆哦。好啊。弄弄，哎，怎么没弄他？不可以弄我。五六三七五一满场，五六三七五一满场啊！疼！高级混工物符我们两个用哦、喔，我也有格斗，我知道啊，我不会那么自私的，你不用担心。而且之前我的那个终极混工护符，我的耐久只用了四还是五而已吧，我忘记了，反正我超保护的那我超保护那个混工护符的。而、啊、且我现在一去不复返，啊！看，天败，リーチ、ツモ、ドラ。你不小心把沙包北极熊卖掉了，你就再去抓野生的北极熊当沙包啊！那时候我在练等也是学请那个谁朋友随便抓一只北极熊来当沙包，反正打死不会痛啊，打完之后就直接丢那个商店卖掉。对啊，因为北极熊一开始血量也有600-700吧。你干嘛？你很好是不是？这个，我看一下、喔、还有什么。来，我养你，我养你，没了、欸，没得养了，不好意思了。自己射是不是？哥哥，你自己射，哥哥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那我要好好来玩了。哎、欸，我想说。
哦，你讲。Leech，哦，草一张。哦不，我打掉哎、欸，哦，算了。我以为，我想说不对啊，怎么好像少一张？然后我肚子又痛了哦，一堆啊，所以你是要晚上怎么样？哎、欸，番茄你，那你等一下有空打吗？有空的话我就不关台啊，就等一下我去打格斗。哇，你牌太好了吧！不服我还要再问是不是格斗用的，我怕混乱魔法，他给我哦，给你混乱魔法，哇，混攻呢，不是混乱呢，喂、欸，有料哦，没料了，有料哦。只要这张有出来的话，我现在心跳好快哦，我心跳好快哦，对，抱歉了，兄弟。兄弟，抱歉了。8700分的逆袭，冲啊！你不是肚子痛，现在不痛了吗？平常肚子痛是。想要蹲就是不止肚子啊，花的地方也会痛。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。我觉得我要醒了啦，哎呀，大家都要条子，我怎么玩？玩对啊，不要害我。我们第几次错过啦、啊、如果今天没合到第五次了吧。OK。
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该醒了吧？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诺点，原来在他手上哦。リーチ、ズモ、チートイ。哎，芝芝是不会给我。大したことじゃありません。好难过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看开了。看开了，你哦，你要帮他删除讯息哦。我想说你在可以搜什么？啊，好啦，都成对的，我不管，你要拆散他们。好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知道第几次了，第五次了吧？嗯，虽然其实刚刚碰了那个红中也很大。是吗？多少红中发财，然后再加三番、五番了，然后混一色七番，也够了吧？要看是不是抽长牌吗？不用吧？有要吗？不会啊，你看，哎，不对，东四。成对的，哎，你如果把条子给我的话，我就完美了，哎，天哪！如果你突然其实是条子的话，很帅，哎，看芝芝的牌。不看了，看了也是难过，看了也只是难过。又有新贴图了，你是说雀魂还是 YT？YT 吗？还是雀魂？新贴图没有啊？哦，好啦。先这样，我再去问我姐看看。教主不哭，给你绿绿的安慰一下。对了，我半夜摸到人生第六把绿光了。看不到，发博。等一下，你这个头贴，你是不是？今天的公告只有去年的女仆装妇科哦，因为贴图不够用了啊，就把好丑换掉了。这个翔是不是翔说话？好骂人哦！当作没看到没差啦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好好，那晚点见啦，拜拜啊！番茄，如果等一下要打的话，再跟你说。好，再见再见。不过你等等，记得看一下钱包，看一下。有，我看到了，谢谢杰云，谢谢。谢谢杰云的两万块，你不去睡觉吗？没有吧，应该不会吧。今天其实睡得有点，要睡应该也是四点五点的吧。好啦，拜拜。你果然没发现，我现在很少看 LINE 了。